6月11日早上好祝福语录表情。清晨朋友圈慰问大家早上好阳光温馨语录。一，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努力结不出硕果，付出得不到回报。当失败成为常态，雄心沦为无奈，整日的奔波奋斗却换来毫无起色的未来，这样的生活又有几人坚持得下来？早上安康，我的朋友，洒了的牛奶，遗失的钱包，走散的爱人，断掉的友情等等。当你做什么都与事无补时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好过一点。三，快，等不及了，我要随着太阳的升起，率领天兵天将各路神仙飞速来到你身边，把最美好的祝福第一个送给你，愿你睁眼见快乐，伸手抓如意。六，睁开惺忪的眨眼，已到上班的时间，胡乱的吞咽早点，赶往公交的班线，匆忙的指纹道歉，紧张的心情缓解，查看朋友的留言，发送温馨的祝愿。八，明月点燃了一方空灵，馨香浪漫了一世爱恋，驼铃摇曳了一寸心愿，祝福氤氲了一番话语，愿你守着生命里空灵的爱情明月，尽享一世馨香的爱恋。